今年144个奖里面呢、最后有30几件脱颖而出。那我们中荣获得了4个大奖，那这4个奖呢，大部分都是跟我们日常医疗照顾有关的，包括 B 型肝炎的快速检测，包括这个远距医学对于心肺功能的监测，包括早产儿他们的辅具设计，以及粪便潜血的及早发现。获得专利之后，可以在临床上能够推广，造福我们更多的民众。吴俊颖教授与中兴大学工学院研究团队一起研发结合基因探针及纳米晶片技术，做成 B 型肝炎病毒定量晶片，改善目前检测耗时且昂贵等缺点。目前全世界可以去做血中病毒的这样一个测量，大概只有罗氏 COBUS 这样的一个标准的一个量化的一个方式，那大概需要2周的时间送出去，然后报告才会出来，而且大概需要2000块这样的一个成本。对于如果要检测 B 肝的病毒的患者来讲，过去我们需要到医院要抽一管血，但是说我们今天用这样的晶片检测，我们可以类似我们测血糖，我们这边扎一滴血，大概1/1000的 CC 的血量，这对于这些所有慢性肝炎的患者来讲，会是一个非常实际上的一个需求。在早产儿照护方面，护理部结合发展性照护措施，研发了早产儿发展照护辅具，提升了早产儿的照护品质，未来也将推广和分享辅具组至国内外的医院，帮助更多早产儿。首先说鼻导管呼吸器之固定帽，这个固定帽发明了以后，它可以降低鼻导管的滑脱率，那因此得到了良好的呼吸照护品质，然后就会降低慢性肺部病变的发生。这件事袋鼠式护理装置可以降低父母亲的焦虑，让他们比较敢碰触孩子。这一项是供早产儿使用之卧位辅具，其实最主要就是要稳定早产儿，让他们有在子宫般的感觉。这是新生儿遮光眼罩，最主要我们发明这个眼罩可以降低眼罩的滑脱率，降低眼罩的滑脱率，同时也提升这个黄疸照光的效果，那之后也可以避免一些早产儿视网膜病变的一些发生率。在心肺复健上，肺复原室与国立中兴大学无线通讯与网络实验室合作，针对慢性阻塞性肺部疾病，研发了远端即时心肺复健训练与自动监控回复装置，提供患者一个新的居家自主复健的方式。所以我们就是做一个叫做无线感测网络，所以我们这个模组你只要把它泡打开，它就开始运作了。你走几公尺，你的心跳多少，它都帮你做运算。那现在呢，我们已经开发到3代了，所以这个模组呢，它已经是就直接用 APP 传到手机，我只要把传送按出去，它事实上就在我们医院这一端就可以收得到资料了这样子。癌症已连续34年居国人10大死因榜首，而大肠癌连续8年居癌症发生率之冠。大肠癌的防治和检验是在健康防护上不可轻忽的议题。粪便潜血反应是主要我们的研发产品，那我们呢可以把一些化学法跟免疫法的试纸放在这个底部，那当我们这样挖检体之后呢，抠上来，然后再直接做旋转，旋转的时候呢，就可以把这个上膜跟下膜一体戳破，然后我们刚放的检体它就会往这个底部的四面八方移动，那你就可以再观察在什么地方有呈现颜色，什么地方没有，那我们就可以知道说，哦，原来我的潜血呢的浓度是到什么样的位置。我们台中荣总是个国内首屈一指的医学中心，所以除了医疗服务，我们也鼓励创新研发，解决我们医疗上面临的一些问题。所以我们每一年有提供相当多的资源，让我们的同仁可以申请计划，那进行研究，那这些都是显示我们聚集我们医疗的能量，鼓励我们员工从事研究，未来会在既有的基础上继续提供中部地区最一流的医疗服务。我们期许我们的同仁立足中台湾，放眼全世界。台中荣总祝大家金鸡报喜吉祥大，健康好运迎新年。